有一个好的表演空间，同时也为了你的安全和你的利益安全，我们请我们朋友王淼华往我们的马路两边和我们两边旁边看，给我们的镜头有一个好的表演空间。前面呢，就是那个亚港座，也就是我们的蜈蚣虎凤头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现场朋友呢。